对对，那你有关心那个小哥的事情？小哥？没有了，这个就不讲。好，啊、来。你说现在啊？没有啊，最近开始在想，你好像可以开始交男朋友。我已经交往很久嘞，快要一年了，很久吧？他现在想要交友的条件大概是怎么样？没有啦，都还好，都可以。他说长官，首先要能买得起长官喜的，包场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跨国恋爱可以？可以啊，跨国最好了，因为我就是蛮喜欢。出国玩是不是？找日本啦，像我一样找日本。择偶条件就是先买长官鞋，先买。观察一下，我们会去发食物给你，长官鞋也会发，那我可以看看你近距离的牵手。所以看我喜欢，可能就手塞手偷摸一下。没有啦，不会的，自己加戏。你不要把我们讲成红包场好不好？对对，那你有关心那个交哥的事情？什么哥？没有了，这个就不讲。好，来走。